整天他妈的煽动这个国家不好，那个国家不好，这个民族是坏蛋，那个民族是坏蛋，通过他妈的三年疫情啊，让老百姓真正的看明白了，看透了，看穿了，谁是坏蛋啊？谁在拿着中国人民当小白鼠当小白兔啊？谁在剥削啊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？谁在侵犯中华民族的生命安全？老百姓心里不明白吗？老百姓心里没杆秤吗？啊，打那个假的疫苗啊啊，那是西方社会那些坏蛋们来给中国人打的吗？啊，前一段时间，中国有200多家啊核酸检测造假的公司和个人，那都是西方社会来的吗？都是他们那些混混蛋们来做的吗？啊，他妈的，此地无银三百两，现在事情出来了，又要说做赔偿，那赔偿谁来赔偿？要国家来赔偿，国家赔偿那合理吗？国家的钱谁的钱？那不是老百姓的钱吗？什么东西？呸！慢慢的，他妈的网包台书玩，你的全部提法都露出来了啊！放心吧，哼，藏不了了。